汪松是贵州人，北京时间8月24日，中超联赛第20轮先赛一场，贵州恒丰客场0-1不敌天津权健，保级形势进一步恶化。赛后，苏宁副队长同时也是贵州人的汪松在微博上发声，他希望贵州队能够保级成功。汪松在微博上写道，作为贵州人，从未代表过家乡球队效力过职业联赛。但是还是会很关心家乡足球。贵州队通过多年的努力获得中超平台不容易，保住这个平台对于俱乐部和球员来说都异常重要。保级需要方方面面的东西，实力、队员、财力、团结、拼命保级的决心、专业准确的管理，每一个细节都尽力去做到最好。希望后面的比赛贵州的球员们不要放弃，为贵州为自己而战吧。一拳超人。